欢迎收看建国华语新闻。您好，我是赖柔恩。一个地方的美食与当地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五级甘密的居民多数务农，一大清早都需要吃饭，吃饱了才能有力气上山工作。因此早上随处可见鸡饭、鸭饭以及云吞面等食档。现在就让建国小主播赖柔恩带您看一看当地的风土民情。